到的差不多就往前吧。蜘蛛人给长歌集曲风。奶妈1234随便跳个点赞吧，这样不管蜘蛛出哪都至少有奶妈可以拿到副团。然后5号点等一下会出一只潜行蜘蛛，麻烦不要踩到了，踩到场上会直接多一只蜘蛛，那基本上很容易就得拉脱，因为蜘蛛跟王离太近的话王会打不掉，就是打不下去啊，那蜘蛛也会打不下去，所以第一优先不要踩到5号点那只潜行蜘蛛，然后场上还会有一只可以打的蜘蛛，那麻烦等一下远程帮我打，场上等一下还有一只可以打的蜘蛛，麻烦远程帮我打，那名叫拉网，长远拉蜘蛛，那能拉十尺就拉十尺，不能拉十尺就拉出去外面打着，外面弹着，然后远程记得帮我转蜘蛛。然后黑风掌点名会有花毒，那被点的远程奶妈等两次花圈出完再去找王六尺消毒，消完毒就麻烦离开王，不要让花圈出在近战弹脚下，然后近战吃到赤骨腿有猪毒的找场上花圈，附近没花圈就等下一次出就踩附近的就可以了，然后远程奶妈就记得不要太早进去消毒，等花圈出完再去，然后勾痕夺魄就打顺发，然后勾魂夺魄毒条王是不会动的，所以假如潜行蜘蛛会经过王，麻烦近战都不要吐，那时候王拉不动的，所以就注意一下不要吐了。那一对盖二对车三是少林，就暂时先这样吧，等一下再看有没有要微调的。那发团圈好的帮我点掉，远程记得转蜘蛛，潜行蜘蛛所有人记得不要踩到了，然后蜘蛛记得转，黑风掌等花圈消完再进。那都好了就准备倒数，来三来二来一，他帮我看蜘蛛帮我拉一下，能拉十几就拉十几，不能拉十几就算，来远程帮我打一下蜘蛛，黑风掌点名先别进，先别急，先站外面，来一来二，有花毒找王，有花毒找王，王在花圈弹就稍微带一下就可以了。远程消完毒就出去，远程消完毒就出去。下只蜘蛛准备，应该差不多位置，稍微带一下。近战附近闪一下，王准备毒勾魂，会带不动。来打顺发。远程没事站外面，不要站在中间。天王准备点名，先站外面，等两次花圈。先别急，来一，来二，有花毒找王，有花毒去找王。天王六尺内，你消完毒就出来了。王附近注意，可以稍微拉回中间。十号点是王原本位置，你一直往场外带。潜行蜘蛛转向容易撞到人，勾完毒后准备打顺发，
这就准备出。黑风狼准备点名，先站外面。那有花毒去找，有花毒去找王，有花毒去找王。贴王六次，有花毒的贴王六次才消得到，消完就出来，消完就出来，稍微往中间拉一点。OK， 尽量别撞到。王没有整个在花圈里面，就可以不用管它。来拉出去，再拉出去一点，来打顺发，尽量附近注意。王现在不会动，要过一段时间。黑王先在外面，等两次花，别急，来一，来二，有花毒就去找王。没血没魔可以顺便去吃点，赤骨腿只能消一层，所以别叠太高。把蜘蛛帮我拉出去，再拉出去一点。他现在出血法，别踩到长哥，差点就念人中刀。拉顺法，下一只蜘蛛不用打，拉在外面就好，远程闪一下。来过来念远的时候要撞到，差点盾魔就撞下去。会烧我去烧，不会烧等我烧吧。看来没有多了，东西有多了，但是没出该出的。拍照，来跟我破防上的帽子。要拍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来身法破防命中的鞋子，身法破防命中鞋子。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来元气破防无伤的护手，元气破防无伤护手。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。来身法破防无伤帽子，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先拍牌子。来少林霸刀五毒明教牌，五百起有没有要？少林霸刀五毒明教牌，五百起有没有要？来少林五百，来其他牌子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牌。霸刀五毒明教闪见外观，一百起有没有要？霸刀五毒明教闪见外观。明教一百，来明教一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牌。全场流拍，目前四件加两张牌子。全场流拍装，目前四件加两张牌子，一百九面要三只王的流拍装，目前一千。全场流拍目前一千。来一千倒数，来一千一，帮我拿皮吧。上在调息之中，静待片刻方可。来一千一倒数，全场流拍一千一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牌。全场小铁一百起有没有要？有没有前一百？还有枪要吗？全场小铁一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开。全场材料三只王材料，目前一个四级五彩，两个沧海珠。来全场材料目前一千两千。全场材料两千倒数，来三，来两千一。右边烧完，等左边两千一倒数。全场材料两千一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
活动是说会掉牌子，就是额外再加一张牌子，所以一二王不会多一件金剑，就只会多一张牌子。所以刚多的闪剑是共占两成拿到的，好像也差不多，反正都没出。左边屋顶吗？看要不要烧一下，还是左边剩一个？是第四个还是？少还少一个，要么屋顶，第一个屋顶没烧，不然就是因为李展宏这边还是拿右翼吗？没吧，他都跳过来。哦，开完了，对话。等下三队左四队右四月四调去四队一下，左边四个，右边三个，三队左边四队右边，这五个等一下左边，然后这五个右边，那一二五小队的等下去后面偷弓箭手，那说聂云进的时候帮我进弓箭手面向，四小队都帮我过来右边。就是打右边盾兵枪兵了。焦烧有影片，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苍蝇的吧？忘记是谁。哎，这五个帮我过来右边，然后这两个三号，这两个四号，那秀呢就随便站，然后他们的血就好了。那四队的打掉盾兵就可以了，枪兵可以不用打，那先别站上去。全程站在点上就可以了，那等我说去的时候再去。那这两个一，这两个二，那我奶你们的血。那一二号点的打完盾兵枪兵压三十之后，帮我停一下手，再两只一起军血压掉，两只都打掉会叫后面聂云进，那就帮我聂云进弓箭手面向这样子。发团券，好的，帮我点掉。四队长哥在吗？语音，哎，都好了，一二三四点上就位吧，站上去点上都不会铺路，全程站点上就好啊，不要往前了。如果一二三四有第一段线，奶妈去补；如果奶妈断线，看能不能撑住吧。一个点上最少两个。三四号点打盾兵就可以了，那一二号点盾兵打完，枪兵留三十帮我停手，然后这两只一起军血压掉。后面不会走的就跟人家走啊，如果柱子不小心往前有铺路了，退回来就可以。云跟斧头留三十，云可以停了，斧头留，斧头压三十，云可以停了。两只帮我军血压掉，来云打掉。那后面聂云进，后面聂云进，进弓箭手面向，记得进面向，记得进面向。那会跳城墙的帮我去，四队都别动。没有，是那边还没有打，要等后面轮到了，要等后面轮到。枪兵都不用打无所谓，你们那边枪兵不用打无所谓，等后面轮到再打也就可以了。这边枪兵都不用打，三队会往后走的就往后走，那四队就留在原地。你会往后走也不用动，免得人数不一样就铺路，不是铺路，突破。后面有三个人就打个三就可以了，三个人就够了。来帮我打剑，剑打完打钩子，那后面就先打近的再打远的，那我们这边就打剑再打钩子。来，一只掉了，来钩子打掉，来，两只都掉了，后面可以打远的那只。
来，力道双会命中装榜暗器囊500起，有没有要？力道双会来背中500，来800，来800倒数，来3，来2，来1，解牌。来高拆玉武的暗器囊，流派倒数，来3，来2，来1，解牌。嗯，你会断了，怎么可怕呢？等一下断线怎么办？想想，好，没事，再说。等一下，安全点棒槌左二。如果我没标，就自己稍微看一下。然后我先分一下六合点，减远程几只？一二，应该14吧？一二，13吗？然后13。那就五六号点两只冰心帮我跑吧，七号点毒晶，八号点我家看一下，我跟四月跑吧。如果三个六合里面有我跟你，我自己会跑啊。如果三个六合里面没有我，那你就跑一下，反正如果没有我你就自己跑一下，因为我也不能动，因为这个点最多会有四个六合啊。如果刚好三个没有我，我也动不了，那就记得四月帮我跑一下。那五六号点两只冰心，三号七号点毒晶，然后打枪部分看一下黑棋。一小队打一，二小队二，三四三。那两只少林打一下二号点的吧。有风雷吗？有风雷要中间开就中间开。啊，如果一二号点没打掉就帮忙打。然后奶妈部分，滴滴你是几小队就打几号点的枪，一小队打一，二小队二，三四三，两只少林打一下二号点的枪，奶妈就我团队平打那样，六合就是刚刚贴的，基本上就三队望花间长歌冰心五，然后四队六，然后剩下没有不是对称的就七号点，然后四只奶妈八号，这样分比较快。那开场苍云当一丑，被挑飞之后鸣叫吉尔朝升起这样子，然后记得不要开场苍云不要放到两次血怒了，因为开场会扣80%血，放两次就直接掰了。然后图刺很少，图刺地南妈穿很少，走后方坦都是进王面相，然后很少三合提早挂扶摇，独挑到一半再跳空中二段念找安全点。那棒槌左二安全点，等一下会标一个4号点，八团缺好的帮我点掉。弹好了吗？来都好了，准备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弹光可以。挑位面向不用管它，吉尔朝生可以起。图刺很少，等下准备移动。南扫地能够走后方，七号点这边。不用接仇，站旁边就好了。等下准备打枪，打枪的时候不要进我面向。人枪准点四号点，在右后方，坦的右后方。还打枪去二号点的不要进面向。回来的时候也一样，尤其是二号点的，
回来的时候不要进面向，麻烦用绕的，麻烦用绕的。要复弹进面向，那抢不抢啊？那些眉毛中间有点。图刺很少，准备移动。那图刺低两把穿网，然后斧要帮我补上。等一下，毒条到一半再跳。然后，这个安全点是安全点跟网的一直线上，不是左后。不要补上，来准备，来跳跳跳跳跳。来直接捏，不要进到我面向，不要直上直下。坦带一下面向 ，OK。你过来往后面，来复坦进面向。有在扣血就是站错，这些都是站到左后方的。来抢手，记得那个时候安全点是一直线，不是左后。调回面向不用管它。图刺很少，准备移动，很少左后方六号点，扶要补上。来六号点之后扶要补上。你没来左后方，你会吃到第一段伤害。符号接补上，来准备，来跳跳跳跳跳，空中这个二段，来直接念，这个一样直接念，不要直上直下。坦带面向的时候有可能会扫到你，麻烦就直接念。来冰之伤，帮我拉一下二对苍蝇。来复坦进面向，来抢手。我应该去三号点的枪的，有毒精，算了。来突刺低能吗？穿网，等一下会直接打枪。花间记得念，不然你用走的很容易会死。还好有给你减伤。等一下会直接接打枪，一号点去的时候不要进面向。你打枪去。确定没人，你就可以拉10号。确定没人，我现在没空看，我在南溪。你确定没人就拉过去，副坦跟过去，跟着明教坦过去。先拉血南门，把副坦进面向抢手，在这个位置打就好了，随便你们。等一下王会往南尼亚这个点坦，那就这样子。毒精断线，人枪不管他。五六七八刚分配到的过去，进站会途径的站六七号点，忘记讲。来，十月动一下，十月左边，怎么这么刚好？就偏偏没有我。准备第二次。也不用管他，只要没有超过三个都不用动。啊，刚分配两只冰心，然后我十月，然后毒晶，啊，毒晶断线，所以只要有站好点，基本上就只有八号点，五六八那边要动。等一下是复坦归家草，如果仇恨抢不过来，苍蝇就帮我坦完，那都不用动，然后下个点即没魔了。国家潮气，毒晶也拉不到，就躺着吧。那护坦抢手，能抢就抢，不能抢就坦，等一下坦王。来很少地，他妈走后方，来移动，记得移动，记得移动，就坦就站八号点坦，不用特地动，坦就站八号。等一下，人枪右后方不管他，这个面向不用管他。来，我六七八站，去站吧。还有一次六合，还要再打一次六合。没血了，我可以再吃一次点。来，五号点那边动一个冰心吧。OK。结束。有会跳山的吗？不会跳就慢慢清过去吧。
我拍照我就不跳。来，那帮我跳一下吧。那其他人原地打住，要上厕所或者干嘛就去吧，给会跳伞的去吧。我先来拍照。都待在原地就好。奶奶防御镜无伤的裤子，有拍到手，奶三、奶二、奶一，这个抽装我也是很无奈。哎，力道破防命中腰带，有拍到手，奶三、奶二、奶一，解开。哎，招财坦枪，有拍到手，跳跳跳跳，不用过去，有人去跳。有拍到手，来三、来二、来一，解拍。来招财命无腰带。有拍到手，来三、来二、来一，解拍。来长歌少林霸刀万花牌，长歌少林霸刀万花牌。来少林五百，来少林五百，长歌霸刀万花，流拍到手，来三。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来长歌霸刀万花闪现外观，长歌霸刀万花闪现外观。来万花一百，要就往上喊。目前蛋糕一百。来万花一百，一百倒数。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拍。等一下跳伞的吧。那等一下苍云拉音招名叫拉安情绪会帮你们开网，然后快转接大概 33% 的时候气存帮我对音招插正山，然后裂谷我跳就好，那你们就负责躲穿心，奶妈负责奶阔鱼，顺便躲一下穿心如果有的话，然后转接 30% 记得进来吃正山，然后 P2 中间打旱地不跳，连敲地板七下那一招不用跳，除了两个被 点名流星有碎骨 debuff 的以外跳就好，其他人都不用跳，亲眼不用。然后旱地结束就是推人跑圈，那记得两尺以上五尺以内，那不要吐死自己了，两尺内涂进去会死啊！基本上现在涂进也不会涂到两尺内，应该都是两点多，不会到涂到死的地步。那就记得两尺以上五尺以内。那跑两圈，绕着安进去逆时针跑，然后跑完圈躲三次面向。那快下50%会叫大家挂扶摇，大地震战就帮我跳。然后该转火鹰招会喊，然后就记得帮我转。两只打到4.7就进皮死。就正天躲面向斜链拉断布局剑存吞剑存重我会叠软区这样子。再两个还是这是重开的。明盘银招苍云弹银招明教弹银禁虚开场会帮你们开网。八号点我站就好，奶妈可以站四，裂谷我跳就好。我帮我自己放黄狗，36000，我也没捡上没开到，我就爆掉。等一下霸刀，
那不用管他，反正那很久。而且我们三个战俘，要不要四个？近战三，等下穿心二往三，三往二，那远程四，穿心四往三或往后，那就反正离开安静区面向就好。然后阴招帮我拉到一号之后，然后稍微用绕的帮我站二站三这样子。然后 P2 就五号点，那应该你们都熟了啦，就只是旱地不旱地不用跳而已。跟其他团比较不一样的大概就 P2 旱地我们不跳这样子。发团确好的帮我点掉。我先招式，免得等OT。来，都好了，准备倒数。来三，来二，来一。OK， 补个孤城。扩位准备出。啊，都爆了，我去下个地。穿心准备躲面向，来四往三或往后，反正离开进去面向就对了。等下一次再动就好了，可以不用动，不用急着动，等下一次穿心有看再回去就好。再穿心四号，扣一准备，奶妈准备。应该都爆了 ，OK。我来去吃个点。来，都帮我贴网，等下正三跟穿心一起卡，都帮我贴网，弃成正三准备。面向不管他，正三可以落了，先落了，顺便卡穿心。弃成正三的。气唇，来先拉脱吧。30%就帮我落，那刚顺便卡穿心，不要回影啊，慢慢拉。刚跳伞，不要回影。30%就落，正常8秒时间都够，不要等到快压秒才那个。33%就可以落了，而且刚都提早讲了，33%就。讲两次，就该落就落吧，不用特地压。刚顺便卡穿心，不落就是会变成。我41%就喊抱团，应该反应时间都够吧。41%就喊贴网准备正山，buff 补一下吧，等人都起来补个 buff， 血魔做满。来发团券，好的，帮我点掉。你在 CD 哦，我这边没进，等一下哦。洗一下吧，继承脱妆自觉，洗个妆造梦，帮我洗一下他的技能。把杯水点掉吗？不行，好，没事，那就等吧。等他时间结束。
好久没用到庄周梦了。以前打花月整天都在玩这个。装备记得穿 ，buff 帮我刷一下。邪魔咒门。来，那我重发个短缺。好的，帮我点掉。来，都好了，准备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帮我开王不哭残，还是怎么看我？没事没事，他走了。感谢哲一，扩位准备出。来都爆了，那去下个点。在四往三，远程躲。等一下还是穿心，希望点我。那三往二，三往四，四后在后面一点点，四要在后面一点点。过来准备出。等一次穿心，来全部人找阴招，正三可以插了，正三可以对王插了，直接落，让他们提早找圈。来虽然中间五号点，等一下除了中碎骨的人要跳以外，其他人都不用。准备看谁被点。来，等一下，我给剑纯减伤，下一个给花奶给啊，花奶，等一下改一下，剑纯给花奶给剑纯减伤，我自己给我减伤，其他人都不用跳，就除了我跟剑纯，来准备来跳，来跳，不对，我干嘛喊？你们都不用跳，给我自己减伤，来都不用跳，都不用跳。还是推人跑圈，第一次流星又比较痛一点点，来，妈刷一下，还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给霸刀减伤，天策的就麻烦一样花奶给哈。准备推人跑圈，来，所有人六号点，所有人六号点。三藏先往左边走，走到场内再跟大团一起跑。我还忘记给，扩位有余力在哪就可以了。两尺以上五尺以内，不会打就专心跑好圈就好，不会打就专心跑好圈就好。等一下五六号点中间停，偏五号点。坦不用跑，不用打，我没关系，专心跑就好。准备躲三次面向。冰之伤帮我拉一下少林，风堂帮我拉一下苍云。准备点名推人，被推就回来就好。看一下谁被点，鸣叫，那苍蝇能接虫吗？不然就鸣叫，赶快回来，再拉回中间。那鸣叫再抢回去。抢得回去吗？天策不要做丑，连普攻都不要。F 要补上，天策苍云可以准备取技，我讲错是不是？所有人F要补上，第一奶妈来七号点这边，第一奶妈来七号点这边，准备来跳跳跳跳跳，
兰若帮我拉一下四对花间，他刚睡过，刚好没有精神。扶摇补上，等下会推人，推人落地就跳。准备，来跳跳跳跳跳。记得要跳。准备好了补上，等一下会在空中被推哦，记得要跳，不跳就来不及。来跳跳跳跳跳，贴太近的记得躲一下面相。来，所有人帮我转阴招，扶摇补上。所有人现在帮我转阴招，这样才不会吃到两次大地。来准备，来跳跳跳。应该把超声用掉，这样可以早点转。扶摇好了，补上，准备跳最后一次。好像不用跳，那不用跳。大王，来转眼进去。我苍蝇会不会喷掉？没事。今天准备躲冥想，第一段线就练回来就好。腾跃准备。结链准备拉断，被点的两个人反方向拉断。我知道他是有讲，还用情报都帮我拉，所以我刚才讲断线点回来就好。因为滴滴还好，赶快点回来就好，免得出你要。准备刷蛋糕的血，正天准备躲面相。鞋垫准备看谁被点，那经验左头，又是你。正天准备躲面相，布局应该是不会出了。尽量躲一下，太贴我们。就一个手，还行吧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好。来，只要加速的上衣，我白前面一样，只要加速的上衣。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牌。精简我等下拍吧。来元气双汇的裤子，元气双汇裤子，没命中没无双。流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五百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
解盘。来，力道破防无双，特效要坠。力道破防无双，特效要坠。流派倒数，乃三，乃二，乃一，解盘。田螺特效，他们要吗？1000起。来，天策力道破防命中武器。流派倒数，乃三，乃二，乃一。来，根骨加速手，根骨加速手，500全面药。流派倒数，乃三，乃二，乃一，解盘。来，内功双会的金简手，1000起。内功双会金简手，乃云1000，乃10000，20000。是吧，现在是20000吗？语音的20000吧。那21000。能喊吧。我先发签证，目前20000、25000。那26000。对方正忙。乃三万，乃三万三。来，根骨双会精简护手，33000。还有强药吗？没有就倒数了，33000倒数。乃三，乃二，乃一，节拍。有让拍玩具的吗？没有，就直接插流拍了。来，沙子一颗1000起，沙子一颗1000起，最后一颗。来，沙子一颗目前10000，沙子一颗目前10000。来，11000。来，11000倒数，来三，来二，来一，解开。那总薪资4专9800，我补到补个丢个200进去吧，把它补到5专，整数好看点。每个人2000间，帮我点左边，烧钱就可以退队了。过半退就收得到了，一样2000金呢、啊。有，嗯，大家都收到2000，代表他有拿到。有过半就可以直接退，那不要退太多。